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到 Feature。 那么这是一个全新单元，叫做不放置养成游戏。不放置养成，剧情会随时暂停，暂停后观众可以借由投票方式决定接下来剧情走向，演员会依据投票结果演出指定剧情。史上最大不放置养成游戏马上开始。你们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，因为会决定场上演员的走向。来进入教学关卡，我们台上的钟嘉波正在熟睡当中，这时候选择就来了，我就喊暂停，闹钟响起。这时候钟嘉波他要，要赖床呢，还是要起床洗漱呢？我们给大家五秒钟做决定，五、四、三，大家这么想要看他赖床吗？他就这样睡一整集咯，通告费很好赚哦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闹钟响起，此时钟嘉波要赖床 ，Action！ 好啦，这就是你们选择的啦，满意了吗？好的，教学关卡结束，我们不放置养成游戏正式开始。钟嘉波被撞倒了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要让他吵架，还是说要道歉呢？麻烦大家拿起你们手机来做一下决定，好不好？哇，大家不想道歉啊？文明，你们的文明呢？要吵起来是不是？再给大家最后两秒钟看，好了，不用了。这时候撞到人了，此时钟嘉波要吵架 ，Action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明明是你撞到我的。不是啊，你害我早餐掉地上哎！你要赔我。是你撞到我的，我才不要嘞。怎么赔？可是早餐是无辜的，不然我们一人一半好吗？好啦，你要吃什么？那个，我想叫那个外送，这个可不可以？你猜。一片吐司而已，你点这这么贵？好了，我现在要迟到，我走了。买票非常值得吧？可以解锁制服版的黑加加哎！回去告诉大家，他们到底错过了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导演注意一下言论。OK， 那今天要介绍一下我们新来的转学生。那个你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阮仲，目前16岁。白痴哦！我们当然16岁啊，我们可是高中生哎。对。我平常的兴趣就是。有时候也会这样，好，那好了，王同学，你去那个位置坐啊，对，去那边啊。我忘记了，我们还有个新来的转学生。哎，老师，今天早上这个人还有早餐掉地上，就是他。早餐掉地上。应该跟我没什么关系吧？不是啊，你这个老色鬼，你看人家可爱的女生你就袒护她。好啦，你不要讲这个。哎，那我们上次教到哪？我忘记了，我也没有在上课。那我想一下，同学你就去那边坐吧。好。哎，我的笔嘞？真没用。就知道跟老师打小报告。老师啊，他说我只会打小报告。打小报告？对，打小报告不好啊，打小报告。你下次不要打。时间暂停，被老师念了。那这时候钟嘉波，他要跟黑嘉嘉讲话，还是跟卢广仲讲话，还是上去呛老师呢？哇哇哇，跟卢广仲讲话，跟呛老师开始拉锯哎、欸！我觉得可以考虑看看呛老师，你们不会后悔。我偷看一下剧本，二一，好，选择完毕，被老师念了。此时钟嘉波要上去呛老师 ，Action！ 哎，同学怎么了？
是不是想起来老师上次教到哪了？你跟老师说，出。暂停！现在钟嘉波回到座位上，你们选择又出现了，要跟黑佳佳讲话，还是跟卢广仲讲话，还是上去呛老师呢？请选择。哎，不要一直上去呛老师，这样你们要看30分钟打鸡鸡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再给你们看一次，那你们值回票价一下。呛完老师之后，钟嘉波要选择的是上去再呛一次老师。Action！ 你是同学怎么啦？有什么问题可以跟老师讲？好的，时间暂停。这时候选择又出现了，要跟卢广仲讲话，还是跟黑佳佳讲话，还是上去呛老师呢？但是大家不要再选呛老师了，我们票数只看跟黑佳佳讲话，还有或是跟卢广仲讲话好了。嗯，不然一直看下去，这也不是办法嘛，一直轮回下去。那这时候被老师念的，此时钟嘉波要跟卢广仲讲话 ，Action！哎，转学生，那个你之前是不是因为被欺负才转来我们学校？没有，我就搬家。不是啊，还是其实你看起来那么斯文，其实你内心一条野兽，心里超会打架。没有，我就搬家。不是吧？还是其实你有超能力，然后被发现，然后你才要搬家？哎，不是，所以你才要转学？没有，我就因为搬家。真的、哦？哎、哦。你真的不会打架？不会啊、哦，好吧。欸，我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哦。我们学校啊，有一个传说中的四大天王啊，务必小心。听起来很大。很大哦，很恐怖哦。真的？那所以呢？我跟你讲，他是站在我们学校食物链的顶端，连老师都拿他们没办法。啊？那我们在学校要怎么生存下去？没关系啊，新来的。难得我们同班啊，只好我罩你啊！真的吗？我罩你，没有问题。谢谢。哦、不会，大家同班的嘛，我们是好伙伴啊！好、哦，就是这样了啊！哎呦，下课了，拜拜！不用敬礼了，谢谢。哎，那个嘉波，你等一下带两个同学去乱逛校园啊、哦！好。好啊，那边就是社办啊，你福利社往那边走，然后那边有那个厕所。糟糕，完了，四大天王出来，其中一个，还没有人出来。来，我看到，中箭头。妈呀！啊，那个需要教你买的东西，你准备怎么样？那个不好意思，那个玄武大人，那个你想买的 B 群，我跑了3间店。你是白痴啊！你没买到 B 群，我要怎么念书啊？啊！我考试考差，你害的啊！对不起，玄武大人，我今天下午就翘课，我下翘课去买 B 群，对不起。算你失相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不是？哎、欸，这两个是谁啊？那个他们是新转来的同学。啊，你有跟朱雀、青龙、白虎报告过吗？那个报告玄武大人还没有，还没有。那这你怎么办事的啊？不是，玄武大人，那个我没有时间，那个办事的、啊。这个时间上就比较。什么意思啊？要报告什么？这是在霸凌吗？没有霸凌啊！你看他笑得多开心啊！再玩了、啊，再玩，嗯。看到没有？明明就是在霸凌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好像是哦。那你在说我霸凌是不是？呀，妹妹，你很呛秋哎，你知道我是谁啦？张嘉伟。哼，你怎么知道？上面有写。真的，
可恶啊！耍花样是很想被揍。好，时间暂停。这时候选择来啦，快要发生冲突了。只是钟家波要代替他们跟玄武道歉，还是跟玄武正面冲突呢？我是跑去找老师，那老师呢？嗯，可能找不到老师哦。我们想一想，对。哇，大家真的是蛮血气方刚的哦。好，那么这时候钟家波要选择的是跟玄武正面冲突 ，Action！ 等一下，玄武大，你这样不好、啊。你现在是要跟我们四大天王对抗是不是啦？我决定要死亡猜拳。哦，面白い。那你知道我可是 never lose 过吗？啊？我要用死亡宣告了！死亡宣告，我会出剪刀。石，你可以出石头，你可以出石头，你可以出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玄武大人最会的就是心理战，太危险了。时间暂停，开始死亡猜拳了。我们要出剪刀、石头还是布呢？他会不会真的是一个玩心理战的高手呢？好，那我们要出的就是剪刀。Action！ 死亡猜拳，驾！平手，怎么样啊？再来一局啊！时间暂停，平手了。那我们这次要出，要出剪刀、石头还是布呢？二、一，好的。那我们这次平手之后，钟家波要出的是石头。Action！ 驾！你打败只是我们四大天王里面最弱的一个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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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赢 了，太好了！我们打赢四大天王了，也剩一个，我们果然是好伙伴啊！真的，我们还有三大天王要解决。各位，我是白虎，你们刚刚打的只是我们四大天王里面最弱的一个。飞球现场演出热卖中，十二月十七日第三集，十二月十八日第四集，壹电视摄影棚 KKTIC 独家贩售。